奖今年已经第20届了哈，20年来一步一脚印哈，也在代表彰化黄心梅展在全国艺坛的一个地位。那今天很高兴，我们黄心梅展今年呢，总共甄选960件呢，那有155件的佳作获得到一个佳绩哈。那今天呢，在彰化县这个美术馆呢，就全部展出所有的得奖作品，预计到11月10号。那我们今年呢，黄心梅展也非常感谢全新关系企业一个赞助哈，累积哈已经15年，奖金累积高达2000多万。那长期赞助我们哈，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全新关系企业的一个长期的支持，也代表一个意气合作最好的典范。那黄心梅展今年展出之后呢，就是会到我们宜兰县文化局这边。同时呢，会到我们西洲图书馆展出哈，欢迎所有乡亲把握最佳的时机到我们彰化县美术馆这边来看展览。西美展走入20年了哈，这20年来孕育了许多艺坛的精英啊。那很感谢文化局这一次的邀请，让我能够有机会来设计这一次的黄西美展的讲座。这一次的讲座是以方形的概念来设计啊，代表方形代表台湾。各界的好友汇聚在黄溪精义啊，那整体的设计是以黑色文件的设计，中间的台湾用破雕的方式来呈现黄溪20这个字样啊，那黄溪的 logo 用黄金水来做点缀，呈现出黄溪的光彩尊贵，这是我这一次设计的理念。我要柯老师简单带一下设计理念，因为他们。比较好剪，对，乡间当然是乡下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看这里乡下表现出来是什么？其实这张壁是我们的最理想过，我们是希望说这边会有一点残，哦，哎，但是没事，哦，可以看出刚好有那个农夫在这边工作，那乡间的气候。但是那天那个老师长，天气不对，那个时机不对，有人给他在走，哦，所以只好把这个走出来。好，阿里，你看哈，真卡是这样的，一天阴冷，是阿伯，哦，那他离了以后，晚一晚阴暗就出来个家。出来我讲，虽然不是人开杠，哦，这是台湾乡间最典型的那种悠闲的那个生活剧情。重点就是你的整体架构，大家觉得是不是很稳？对，或者是说你比较冒险的话，就是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很有那种危机感的。那我们就是，像我的做法都是希望能够看起来很稳。所以看我的构图，会觉得，感觉好像就是坐在那边，不会让人觉得说，好像外边的那种海报跟什么连在一起，所以它的背景会比较模糊一点，但是还是可以，因为在就是你们还是可以从画面里面看到我的背景，它就是做了什么样的东西。那我这上面用的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颜料，比如说就是。胶材的部分，然后还有薄类的部分。那像这个栏杆部分，我是用薄去就是贴的，所以你们会看到它是比较偏金属的光泽，它会比较亮，然后比较平。它跟一般的颜料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。那你跟台积电